等这声音有点奇怪。不可以这样，我谢你们。我说的不可以这样子。你到底要什么？你干嘛？你说你到底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但是不能，今天不能再吃了。昨天吃过了，我们现在两天吃一个，没有每天吃。你听得懂吗，谢牛牛？不可以每天吃，这样子太夸张了。今天如果吃了，明天就不能吃；如果今天没有吃，明天就可以吃。可是你昨天已经吃过了，谢牛牛。可以，不要，不可以这样来吵，谢牛牛，不行吗？你说的不行。不可以，你昨天吃过了，对不对？你昨天是不是吃过了？吃过了不可以像每天一起来吵，太奇怪，不可以这样子。不可以这样，谢牛牛。我说的不可以这样子。你有什么要咬？给我！